上来了。干嘛呀？我们玩一回猪八戒背媳妇儿。哎呦，你别让人看见。看见就看见呗，反正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我们有他。再让我看看。哎呀，回家再看嘛，来吧。哎，走喽。就这么着一直走下去，永远不要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行为都是要受到制约的，制约这种行为的往往又是一纸文书，一个证件，它是一种权力的外化，比如我们的身份证，还有驾驶证、行车证等等。在这诸多的证件当中呢，有一种证件是不轻易拿出来示人的，那就是结婚证。我第一次看到的结婚证呢，是我小姑姑的，当时她要收拾东西跟着姑父出去旅行结婚。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姑姑说的一句话，她说不带结婚证，警察会把我们抓走的。那时候这句话我怎么想也想不通，现在当然明白了，其实无论哪个年代，结婚证都是一桩婚姻的法律保障，都是两人相爱的证明。老板，给我。今天是儿子李佳登记结婚的大喜日子，一大早李万学夫妇就开始忙活了。即将进门的儿媳妇在金融部门工作，既漂亮又能干，工作单位也不错，这让老两口很满意。你这衣服怎么样熨呢？差不多了，我帮你弄弄吧，你赶快吃饭去吧。李万学夫妇结婚的时候很简单，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先结婚再慢慢置办家当，现在可不同，一般都是把过日子所需要的东西都办齐备了，才想着去登记结婚。就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时的社会上是流行是结婚以后都有那个三大件儿。就我们来说呢，双方经济条件都不太好，因为两边的家里都有负担，所以呢经济上没有什么积蓄。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没有买三大件儿，我爱人吗？那时候就给我买了一斤那个羊绒线，织了件毛衣，别的什么都没有。五十年代一张床，六十年代一包糖，七十年代红宝书，八十年代三转一响，九十年代星级宾馆讲排场。李明老人说，就像这个顺口溜一样，现在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当年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他们一件也没有，住房更是没着落。结婚时回父母家住了几天，然后就各自回到单位去住了。现在儿子结婚，房子、车子都有了，不要说几大件，里里外外的都不知道有多少件了。准备好了，我这边也都准备好了。怎么着？你什么时候出门？好，好，那咱们就一会儿见。您是那个康叔叔？哎，对，这是何阿姨是吧？是是是。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何阿姨好。结婚就在这里。哦。嗯。当时是男的一张，女的一张。这张是我的，那这纸你看，纸质都特别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谈恋爱是必须要向组织汇报的，登记也必须出具男女双方单位开的介绍信。登记完，定了结婚的日子，接下来的事情才是最难办的，因为那时候物质供应紧张，煤票寸步难行，花花绿绿的购物票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吃饭用粮票，穿衣使布票，买生活必需品还得要购物券，要办一场婚事更是不知要找多少亲戚朋友攒足多少票证。哎，阿姨这后面印的什么字儿啊？哎呀，那个棉花布阵，布阵一共
红糖糕点一共。这什么意思啊？这一人给一斤红糖，给半斤糕点。这新郎一斤半斤，一斤红糖，半斤糕点，完了给可能是60布，给两斤棉花，供应了以后，你就拿了这个结婚证呢，他买了给你盖那个章。何静爱和丈夫宋振友都是从农村上学出来的，毕业后分配在同一所学校里教书。结婚的时候，不仅得不到家里的资助，每个月还要按时寄钱回去养家。因此他们的婚事办得特别简单，没有多少钱，也弄不到多少票，幸亏领结婚证时配给了一些供应指标，这帮了他们的大忙。这被褥呢，买不到布，买不到被子，就是我们俩的单身行李合在一块儿，就买了一个什么呢，供应不是60布票吗，我们俩合在一块儿买了一个双人床单。哦，床单都买不到，买不到，对，买不到。以后呢，我们有个老师啊，准备要结婚，哎，把他也买了个床单，我们买不到，他就是把床单送给我们了。夫妇俩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为了去拍一张结婚照，两个人还因为没有新衣服而发愁。这张，哦，这个就是，啊，这冬结婚的时候啊。没件新衣服，这是我唯一的外边穿那个单衣服的中山装，旧了，然后给他到西南店染上颜色，染成深蓝色结婚的。我老伴儿呢，当时呢在结婚前我就知道了，有个花棉袄，还是人造棉的，那花特别好看。慧芳，你看，送的，是吗？要结婚了，再困难的日子，亲朋好友也要送去祝福。我结婚的时候，有几个朋友送我一个小提包，完了里边放了4个茶杯，那个4个茶杯啊，就是一个了。当时单位同事结婚流行凑份子，这就是当年的杯子。作为大家参加婚礼的随礼，凑的钱买的东西都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有关数据调查表明，在60、70年代，洗脸盆、暖壶、枕巾、被面是送的比较多的结婚礼品，而到了90年代，送钱则列为第一位。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候的婚礼也太简单了，但就是如此简单的婚礼，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并不影响人们对结婚的期盼和热情。相爱的人也并不因为结婚仪式的简单而缺少幸福和快乐。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婚事也不会再那么简单了。这里所谓的不再简单呢，当然也包括结婚的仪式越来越复杂，以至于有了专门为人操办婚庆仪式的行业。1990年，北京出现了第一家婚庆机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宗英成了一名专门的婚礼司仪。新娘都没出来，别着急，站好点，站好点啊！哎，对，您再往外点。朱宗英是北京紫房子婚庆公司的兼职婚礼主持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这个行当了。我们从1993年的《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从1990年到1993年，朱宗英就主持了800多场婚礼，被誉为北京第一婚庆主持人。要说起老百姓说哈，婚礼更重要。啊，就是起码也要办一个婚宴，这个就是说要有一个公事的行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呢，大家就认为他还没结婚呢。你比如我自己来说吧，我就是这样啊，我当我领到结婚证的时候啊，我欢天喜地，我觉得我已经有了合法的凭证了，我是不是可以我和我的爱人住在一起了呢？哎，当时我的父母就说，不行，你还没结婚呢，你得举行了结婚仪式，我们大家吃了饭了，那么这样的话你们才能住在一起啊。这个呢，就是一个结婚仪式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重要位置。
朱宗英主持的婚礼已经不计其数了，在他的眼中，最近十多年的婚礼变化是最快的。生活在变，婚礼也在变，从简朴到奢华，从单一到个性，结婚的用品越来越丰富，结婚的仪式也越来越隆重。让这温热烈的香槟酒来代替新人的感恩之情，为大家奉献吧。这是新人呐、事先两个人亲手做的，做得非常的美啊。好，现在请新郎为新娘斟酒。好。那么我们也请新娘子为新郎斟酒。现在看到这个婚礼的这种场面呢，让人非常的羡慕。回想我当年77年结的婚的时候，那跟他是没法比的。当年朱宗英的婚礼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录像资料，这张结婚照还是在婚礼前几天拍摄的。因为我们家当时房子比较紧张，所以还是在我爱人家里头啊，由我的岳父岳母操持给我们做菜，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是举行了一个婚礼。其实这样的婚礼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都还很普遍，当时结婚提倡三不：不请假，不送礼，不铺张。结婚第二天照常上班，祝福最多送点生活用品，结婚仪式就更简单了。朱宗英对自己简单的婚礼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但朋友的一场婚礼却让他与婚礼主持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张照片呢就非常有意义了。你看时间很明确，89年9月17号啊。那么当时呢是在一个托儿所的这个教室里进行的。你看这上面有小朋友的这个画啊，有小朋友的画。那么新人呢穿上了婚纱啊，显得非常的显眼。非常显眼，这是领导呢在向新人表示祝福。我呢当时就是非常荣幸的作为他们婚礼的主持人出现在这婚礼的现场。这张照片里的新郎是朱宗英的同学，大概是外国电影看多了，这对新人打算在教堂里举办个西式婚礼，但由于两个新人都不是教徒而遭到拒绝，于是找到了喜欢文艺的朱宗英帮忙想办法。朋友来找到我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也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来设计这个婚礼啊。但是呢，多少呢从电影里看到过，我说你也从国外是不是把国外的经验介绍给我，咱们再把历史的东西，中国传统的东西合在一块儿，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了一个婚礼的一个比较丰富的内容了。最终朱宗英还是大胆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一本正经地搞起了策划，从婚礼的现场布置到婚礼的仪式设计，就是放弃求分糖果这样的细节都做了精心考虑。但婚礼到底能办成个什么样，谁心里也没底。那么现实生活中，作为我一个祖国同龄人，我看到婚纱参加婚礼的，这是我的第一次。所以可能很多的朋友也都跟我一样，都没有想到新娘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啊，一个真是像一个白雪公主一样飘飘若仙的就进入到会场之中来，一下子那时候把大家那个就全都站住了，可以说啊，这个当时的气氛呢应该说是非常热烈啊，就是他那种热烈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不是使劲鼓掌，而是一种惊讶，惊讶中带着一种惊喜。新郎新娘一入场就赢得了满堂彩，这着实让朱宗英松了口气。婚礼按照预先策划的程序顺利进行着，入场、拜礼、交换信物，如此新鲜的婚礼仪式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大开眼界。当进行完交换信物之后，我就说了啊，在西式的婚礼上啊，咱们从电影里都看到过啊，新人都会主动做一个特别亲密的热烈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是热烈鼓掌欢迎他做出来。哎呦，他们俩也没有想到啊，
那么大家当然是非常的兴高采烈，热烈鼓掌。这其实是朱宗英提前设计好的一个环节，由于担心策划的时候说出来会有人反对，所以没有告诉任何其他人。在大家的等于一种情绪的逼迫之下，他们也勇敢地把这个动作做出来了，就是拥抱亲吻。那时候哪敢在当众场合做这个。这一情景把来宾们看得目瞪口呆，后来被人戏称为京城第一吻。看着幸福的新人和热线的观众，朱宗英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感染与触动。1990年，他参与了紫房子婚庆公司第一场婚礼的策划，并成功主持了这场婚礼。1990年4月，从此朱宗英走上了婚礼主持的舞台。2008年11月10日上午，李佳和李欣如约来到朝阳区结婚登记处，这是他们早已期盼的时刻。两个人显得很兴奋，因为他们将从现在开始成为合法夫妻，组合一个新的家庭。这个要写上。本人已知晓结婚登记的法律规定，我确认本人与对方均无配偶，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长期血亲关系，了解对方的身体健康状况，双方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符合结婚条件，没有禁止结婚的情形，没有隐瞒事项，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自愿结为夫妻。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法律责任。我相信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纤纤的泪水。李佳和李欣是2004年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经过4年的漫长交往，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李佳说，在4年当中，两人的相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与坎坷，最终能够走到一起不容易。上个礼拜我踢球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也是被人踢到，伤得很厉害，然后当时我脑子也想到，哎呦，我说会不会影响我这个今天，因为我们早就定好日子了啊，这个也是从脑子里也过了一下，当时也是很担心的事情。然后呢，昨天我们去拍这个结婚照片，拍结婚照片的时候，在影楼，他从影楼的2楼摔下来了，然后呢，就当时我也很紧张，然后我想，一个是他不要受什么伤，二一个就是说，今天能不能如愿的领到那个结婚证？现在结婚证已经拿在手里，这对新人把漫长的4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有惊无险的故事都抛在脑后了。
他们要面对的将是全新的生活。李佳说，对于婚姻，他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更知道这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有多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要告诉这世界，李佳、李欣两人终于如愿以偿步入婚姻的殿堂，从此有了一个温馨的家，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如今的中国式结婚不再是办几桌酒席娶一个媳妇那么简单了，生活观念的变化使人们把结婚当成了一次集中的置业行为，不仅要有隆重的仪式，还要有房子、车子和高档的家具。当然，在物质基础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精神层面的追求也会水涨船高。现在年轻人的婚礼越来越个性化了，在旅游结婚早已经成为历史之后，又有了空中婚礼、海底婚礼。时间在变，生活在变，人们的想法也在变，唯一不会改变的是两个人从相识到牵手的机缘，两颗心从相爱到相伴的过程。见证这一切的也不是富足的财产和浪漫的婚礼，而是一个又一个平淡的日子，一年又一年平凡的岁月。妈妈独自在灯下把记忆翻不起来，枕头线那里藏岁月，犄角旮旯里有故事，你和我